练习生到偶像的距离，没有人是知道的。大家对练习生的一贯理解，就跟我差不多，对，就可能准备出道的在练习的学生。生活里面只有练习这两个字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练习。我是经历过的，那么多人都想去被别人肯定，被别人喜欢，享受那个被别人肯定的过程，那你肯定要付出的更多嘛。人家做十个，我就做100个。出道对我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机会，不容易。我所学过的所有东西去帮助大家，不希望他们走冤枉路。对于你们来说，最最最最珍贵的时间就是做练习生的时间。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。